行，放这儿吧啊，你一会儿再吃。我看好了啊，看好了啊，也不知道范闲吃没吃，一会儿给他送点去。嗯，嗯。我弄好了，都准备好了吗？咱们头一对儿，啊，死牌落地不许反悔，放在这儿就不能打了啊！我先翻啊，九点，没有打，太小了。哟，承让。丁三配二四，至尊宝，没有比这能更大的。我算了，娘的您给一两，姐也给一两，爹呢您得把上一把欠我的一块给我。您是二两五钱八分，是吧？您踹我干嘛呀？咱们自家人打还算这么清楚？您这话就不对了，自家人打牌才得算得清楚呢，不玩钱玩它干嘛呀？是不是？您说，来，今天不把钱玩完，咱回去走，好吧？那就再来吧。这会儿才更像一家人嘛！甭套近乎啊，一家人也得明算账，是不是？一两，二两五钱八分。